大家好，我们是灌篮高手乐队。我们乐队在2000年里，希望首先能把专辑发掉，然后希望能去日本演出，对不对？怎么说呢？对，我希望2001年的乐队能玩得挺开心。我希望2001年能开始做第二张专辑，对，但是希望第一张专辑能卖到10万张，然后希望第一张专辑所有的朋友们都喜欢，包括是不是？哎呀，不是。